昨天晚上你让视频上线，我来替你解释，你不想继续背负污名，想让真相大白于公众。 OK， 我理解，你发动人肉煽动网暴，这就不是洗白你自己了。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那个女孩推到人前，让口水淹死她。那个人肉帖是您安排的吧？什么人肉帖啊？曝光赵寻身份那个，是你做的吧？是啊。给大众看就行了，有必要这么下作？他现在只受了一个网暴，没有伤筋动骨，你倒说我下作？你这是把他当情敌了，非要置他于死地。如果不是我替你做这些脏事儿，你觉得谁还会替你做？石大体、顾大局的程太太、邢路，他会替你做吗？你嫌我下作？行啊，你撤了我，你发声明说我的所作所为都与你无关，你让我滚出大城，滚出。